山神善良的本性，让白熊山免遭生灵涂炭。
接下来咱啥计划？兄弟，快！俺要把石头送到团子头上去。好，郭东强，收到。把石头还给团子，把他们渡过这次灾难，这是团子最后的机会。你们要干嘛？别摔了！小二，准备好了吗？ 别怕，熊二。